我们再往下看，清净者所住之三昧，无染无著，故曰清净三昧。闻佛名号啊，清净心现前呢、啊，因为弥陀还有个名号，在我们经体上叫清净平等觉。那闻这个名号，我们的心清净平等，觉而不迷。这个要知道，夏莲公老居士汇集这部经，把佛的名号放在经体上，那大乘无量寿庄严，果清净平等觉因呢，修因正果，体里头因果具足啊，所住的三昧无染无著。什么叫染著？俗话说，放在心上就染著了。眼见色，喜欢，心里头有喜欢，就着了喜欢了；不喜欢，讨厌，啊，也染着了。啊，这不是说讨厌负面的是染着，正面的不是，正面也受，也是染污。啊，着是着相啊。染是不清净了，著是不平等了。你看，清净平等就不是没有了吗？清净平等才开智慧，有染有著，生烦恼不生智慧啊。那我们再说回头来，怎样才无染无著？见色闻声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鼻对香，舌对味，身对足，意对法，啊，都能做到不染著。我把话说明白说清楚，无论喜欢不喜欢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就没有染著了。放在心上就是染著。心里放什么呢？心里只放一尊阿弥陀佛，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叫不染不著。阿弥陀佛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在心上，你的心被染著了。那就是你的心行不清净，你的运行摇摇摆摆的，不牢靠，
啊，这样的心态念佛不能往生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下面念老又举会疏来给我们说明，如会疏也，极尽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禅定，无复无着啊，系缚是烦恼，好像绳索把你绑起来了，你动弹不得啊。极尽三摩地，没有人障碍你啊，没有执着啊，这两个字也就是染着的意思，前面讲的染着，你没有被污染，你没有执着，这极尽三摩地，有复有染，极尽就没有了，这叫清净啊。解脱呢，所住三昧，立一切系缚而得自在，故名解脱。三昧，解脱是比喻啊，好像绳索捆绑你，世间人犯重罪的带的刑具，手镣脚铐，这都是系缚。啊，所住的三昧没有这些习福啊，没有烦恼啊。没有染着，这就自在了。啊，那么这是一般修定。尽总比修定方便，因为修定三摩地确确实实是心里头没有染污，不受外面环境影响，很难做到。那念佛人呢，心里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放下，执着个阿弥陀佛，这个容易太多了，他有依靠啊，修定没依靠啊，所以它难呢。那八万四千法门，通通是修定，由戒定慧入门。啊，所以叫难行道，这个法门叫易行道。为什么？你有一个依靠，心里头别的东西放下，阿弥陀佛装进去。啊，让你常常感到很踏实，所以才方便。这不能成佛，只能往生极乐世界。成佛呢，到往生极乐世界再修，换一个好环境。那个环境太好了，这些烦恼习气，到那个环境去，不放下自然放下。妙就妙在此地啊！为什么他那个地方不用操一点心，衣食住行四衣已经在身上了，四食吃的东西摆在面前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，
贪心起不来啊。啊，也就是说物质资源太丰富了，用之不竭，取之不尽，是这么个环境。啊，没有一样不自在。啊，居住的房子什么样子喜欢他就现什么样子现象。喜欢在空中他就升空中。喜欢在地面他就落在地面。无有一桩不称心如意。前面我们读过。啊，我们想供佛，我们有能力分身化身去供养，不想离开极乐世界呢，十方诸佛的时候撑到你面前让你供养啊，来接受你的供养。这个世界经上说得很清楚，十方诸佛刹土里的没有，只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。所以十方世界诸佛都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例外的。为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那他发这个大愿，十方诸佛有烦恼习气很重、度化很困难的众生，通通送到极乐世界来，他负责教化。那不是十方诸佛做不到，而是阿弥陀佛已经做得很圆满了，十方诸佛看得很满意，行，你不比我差，好，我就把学生送给你。都得搞清楚，搞明白，真学佛，万缘放下，给大众相处随缘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那功德是念佛，我们在随缘随喜当中，心里头的佛号不断了，这是功夫啊。啊，真正的发喜啊，发喜充满。要发愿带一切众生受苦受难，啊，一直到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一世寿命到了，敬业成就了，佛带我们往生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